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现在的生活每一天都和超声波息息相关，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。现在是上午10点，是时候该开始重要的工作了。无论您是在写字还是在签署合同的时候，使用高质量的文具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的简单有趣。无论是圆珠笔、钢笔还是荧光笔，超声波焊接保证那些笔壳让您获得愉悦的书写体验。